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x 是自然数啦，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点点点。那 f(x) 表示呢，以4除 x 所得的余数哈，用这个表示。那我们看呢，第一小题哦 ，f 十，这代表呢，以4除10所得余数就是2，哦，就是10除以4嘛，哦，就是10除以4嘛。哦，12的8余2。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他说呢 ，f 哈16，那16呢被4整除嘛？哦，16呢除以4余0。再我们看第三小题 ，f 呢25除以4余多少？16 24嘛，余1了。